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好，欢迎大家收睇星期三晚嘅本土最前线，有我同 Julian 啦。咁就鼠年啊，系庚子年，咁啊同大家拜个年先，身体健康。系咳添，唔系几好意思，真系唔系几好意头，因为而家咁样嘅转天气啫。系啊，我系有痰咳嘅，即系有些少痰嘅，即系因为咧新型嗰只咧。即武漢肺炎咧，就係乾咳嘅。我睇下，你唔使驚住先啦。我唔會。即大家唔使驚啦，隔住個鏡頭。係隔住個麥驚咩啫？我都扯下啦。我咧就都即係而家基本上出入咧都戴口罩噶啦。要大家一定要戴口罩。係啊，即係由出門口嗰下，因為搭 lift 咧，咁大家知道我可能都知道我住邊噶啦。咁嗰度就比較多啲。上面嗰個國家嚟嘅人，咁咧就高危啊！我真係覺得，即係搭 lift 嘅時候，你唔知道上一手冇入邊打完個黑黐，跟出咗 lift， 咁你唔知噶嘛，咁入邊啲嘢都漂浮緊，咁你咪要閉起咯喺架 lift 裡面。所以都係即係唯有戴口罩啦，咁我閉唔到咁耐啊嘛，係啦，咁就身體健康啦，最重要。係啊，會唔會你會唔會用手指呢一個關節位再撳 lift？ 你知唔知以前2003年係點啊？大家係用鎖匙嘅，所以咧梗要啦。所以咧，其實你見到有陣時咧搭嗰啲屋苑啲 lift 咧，佢就叫你切勿用鎖匙或者硬物咧，真係撳嘅。哦，咁係啊！即係點解會有呢個標示呢？就是，因為2003年嗰陣時咧，我阿媽成日一個我喺度攞鎖匙係咁撳，所以你見到嗰啲佢封嗰塊膠紙咧，啲篤到爛曬噶嘛，即係手指咁啊撳到爛曬，但係鎖匙係撳。即係其實從2003年開始咧，大家都好多嘢都好不自覺地、本能地係小心，即係大家都會嗌盡量唔好掂啲扶手啊，盡量唔好掂啲門啊，即係唔好嗌笨笨啊。係啊，即係撳 lift 嘅時候，你都嗌撳一下好啦，你都唔好喺度捽，即係你唔好掂得太耐，掂一掂就算。即係大家由2003年開始個意識咧，去到而家咁啊，希望大家新年咧身體健康，即係呢個瘟疫咧，呢個其實係生化武器啦，我自己覺得係即。就入簡入硬嚟香港啦，都入咗嚟噶啦，只係而家潛伏期，咁大家未見到啦。即係最危險係而家，因為有好多人中咗招啦，其實已經咁，但係佢未發病，佢潛伏期。喺潛伏期，佢依然有呢個傳染力啊嘛，咁先大禍。咁甚至乎今次呢個生化武器咧，係去到你發病，你都係冇發燒，甚至乎你發病去到死嗰下，你都冇發燒嘅。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個症狀咧唔明顯咧就。好容易中個招都唔知道，然後傳染咗又唔知道啦。咁所以最緊要出入平安啦，身體健康啦。咁做多啲運動啦，大家。係咯，即係喺經歷咗半年呢一個災難之後咧，香港大家我諗都唔會話太奢求話要發大財啊定咩剩嘅，即係可能對於好多人嚟講，只係希望真係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即係以前咧講到口臭或者好老土嘅嗰啲祝福説話咧，即係諗諗下其實都有意思嘅。即係你經歷過咁多嘢之後，又覺得哇出入平安原來真係好重要，身體健康亦都真係好重要啊！即係原來家宅平安咧，唔係必然啊，或者都係幾困難嘅。每一家都有啲自己嘅問題啦，加上而家咁樣嘅環境，經濟又差，政治又差，咁每個家庭咧都可能會即係唔和睦啦，唔係個個家庭都。即係政見一致噶嘛，係咪？係啊，大家拜年嗰陣時候都有所感覺啦，係咪先？哦，係啊，今年拜年咧就都冇計，大家都好似有都會去留，即係小心呢啲嘅，即係覺得大家都會計算啊，嗰日會唔會有邊個去咧？我會唔會咧？阿姨媽又嚟喎，咁點算咧？Oh my god！ 跟住阿姨長。定阿叔嗰個阿叔又好似男嘅喎，又嚟喎。係喎，佢仲有好多嘢講，把口好勁嘅噃。跟住同埋睇下邊個有冇戴口罩嗰啲咁樣啦。係啦，咁樣。咁都屋企幾好嘅，即係。咁恭喜你，因為我屋企我就要比較多呢一方面嘅計算啦。咁有啲親戚係比較真係比較 talkative 比較 focal 嘅喎，所以我都尤其是佢哋係。女性親戚添，咁嘅話就諗下點樣拆佢哋啦。咁好彩我媽咪遺傳俾我嘅口才都唔差，咁即係梗唔係講拗教啦。咁嘅但係就講話即係點樣去和睦咁樣去帶過呢一個話題咧。咁樣就係講身體健康啊，身體健康。哎呀，你有冇病啊？哎呀，你面色咁嘅咁樣。話你講呢啲，佢就開始喺度諗：，我面色點樣啊？咁樣，哎呀，我真係要做個 body check 啦。咁樣係啊，咁樣。
咁咧就都係啦，所以對於我嚟講咧冇乜願望啦，最緊要平平安安啦，大家咁、即係平平安安都係好奢侈啊，好似咁點算咧？而家香港咁嘅情況，我覺得既然抗爭就即係有少少跌咗 walk 啦，係嘛？少咗人出嚟啊，大家。有一種沉寂嘅，一種講唔出嘅，大家都明白，即係一種默契喺度，都 feel 到好似大家都好攰咁。咁但係突然間又嚟個瘟疫喎，即係世事難料，即係呢啲天命啦、或者天意啊。唔會係第一次嘅瘟疫嘅話。你今日係咪準備咗好咧？講啊，咁我哋又我係想講翻，即係承接翻上一次嘅我哋，sorry。扯下嚇，唔好亂諗啊！就係講翻我哋上一次講嘅黎巴嫩啦。係啦，點解我想講黎巴嫩呢？咁大家後即係喺節目尾聲嗰陣時咧，就會明白噶啦。Sorry，horrible， 我就要咳。咁啲嗱，因為我哋上次講嘅係伊朗啊嘛，咁我哋講翻伊朗伊斯蘭主義就喺伊朗嗰度萌芽喎。咁萌芽咗之後咧。唔係㗎，咁佢萌芽咗之後咧，佢就向佢哋就向鄰國咧四圍咁樣去散播，好似一個瘟疫咁樣。所以有好多國家當時咧就開始同伊朗發生同伊朗嘅關係轉差。咁其中一個國家咧就係伊拉克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係諗伊拉克佢都係伊斯蘭教國，即係佢哋國民都係信伊斯蘭教嘅。咁點解佢哋個政府會反對呢個伊斯蘭主義咧？咁唔好唔記得當時嘅政府就係薩達姆侯賽恩，同埋喺冷戰時代咧，其實成個中東咧，佢哋個政府咧係獨裁，但係佢哋獨裁政府係世俗政府嚟嘅，即係意思係即係阿老豆傳俾仔，仔再傳俾孫咁樣意思係咪？世襲係咪咁樣？喺約旦就係，因為約旦係一個君主國。但伊拉克咧就係靠政變，薩達姆侯賽恩佢本身係一個軍人嚟嘅，咁佢靠政變上台。但係咧呢啲同埋係埃及都係啦，埃及佢更加係推翻咗佢嘅國王咁樣去，即係好似當年嘅辛亥革命咁樣推翻咗一個滿清政府咁樣去負責去創立一個共和政府咯。雖然呢個共和政府嗰、那個嗰、那個 form of government 佢都係獨裁政府，咁點解咧？因為即係佢名係共和政府啫，即係聲稱我哋共和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嘅意思啦。係啊，但係佢唔代表佢真係共和啦。共和咁大家就要諗下共和呢個字點拆啦，即係中文共和就大家一齊，好似大家和平咁樣，但係實際上就唔係咯。尤其是中東國家，大家都知道係好乾旱，咁變咗咧，大家嗰個聚居地咧就分布喺啲綠洲啊，或者係啲水資源比較充沛的地方，咁所以咧，當大家嗰、那個當人口咧係分布得密集咧，咁有一個中央集權政府咧就非常之容易啦。埃及就是一個很好嘅例子，因為你都知道，即係埃及係受尼羅河嘅滋潤，咁所以埃及嗰啲人民佢哋都係住喺聚居喺嗰條河嘅兩邊啦，係啦，就係聚居喺河谷嗰度，所以邊一個控制到個河谷就已經係控制到成個國家啦。嗯。Yeah. 所以呢個就亦都係地緣政治啦，呢個特色嚟啦。係啦，所以呢個就係地理點樣去影響政治咧？即係當呢、這個當人民佢哋住嘅距離係咁近，咁嘅話，一個中央集權嘅政府就變得好有需就變得好有效率。當然啦，即係喺啲其他嘅國家裏面，當啲人民佢住得比較分散，佢哋例如。河東和河西咁樣，河東河西佢哋有各自嘅發展，即係發展得叮噹碼頭嘅咯。咁喺呢啲國家咧，就好難出現一個中央政府。咁就喺啲情況底下，一個聯邦政府就係會比較現實啲嘅選擇啦。咁講翻啦，我哋點解會講黎巴嫩呢？就係因為黎巴嫩係，如果大家係對中東有興趣嘅話，黎巴嫩絕對係一個點講中東政治嘅入門國家。點解呢？因為黎巴嫩佢今時今日都係扮演一個反映中東政治現實嘅一個國家，因為佢係有好多唔同國家嘅勢力。黎巴嫩就係呢啲地區嘅勢力佢哋嘅代理人啊，尤其是喺呢個國會同埋佢哋嘅。form of government 點講？例如有邊啲勢力喺入邊咧？即係邊啲國家嘅勢力咧？係啦。伊朗有冇咧？有，伊朗係一個好大嘅勢力。咁以色列有冇咧？都有。
好得意喎！大家可諗啊，喂，黎巴嫩係一個阿拉伯人國家，點解會有以色列嘅勢力咧？咁我哋就會喺嚟緊呢個節目嗰度慢慢咁樣暢談啦。咁仲有邊一個勢力呢？沙特阿拉伯啦，係啦。但係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勢力就係、基督教佢哋自己點講啊？基督教佢哋自己喺本土係有分支，我哋唔好唔記得。耶穌基督佢其實都係一個中東人，都係一個黎凡特，即係話呢個以色列啊、黎巴嫩啊同埋敍利亞呢個地方度出世嘅。佢係呢個地方嘅人，迦南係嘛？迦南，佢係咪迦南出世咧？係，佢喺伯利恒出世嘅。係啦，迦南咧就係個以色列人嘅應許之地啊嘛。係啦，即係都喺呢個地方出世，所以啊呢個地方係仲係有大量嘅基督徒存在嘅喎。係啦，咁變咗就令到黎巴嫩係一個，即係所以入邊亦都有伊斯蘭勢力，亦都有誒呢個基督教勢力。係啦，所以就成為一個唔同勢力佢哋揾代理人嘅地方。所以呢個亦都係我頭先講地緣政治其中一個當大家住得好近，會出現一個中央集權政府嘅一個 exception。大家住得好近，但係佢哋住得好近嘅鄰居，竟然係同大家係有非常之唔同嘅價值嘅。咁所以一個國家佢雖然係好細，亦都係不斷咁尋求緊點樣去建立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但係佢哋係經歷咗好多唔同嘅風波，而喺呢個風波之下，好多唔同國家佢哋都喺呢一個可以講混水摸魚咁樣去扶植咗自己嘅代理人啦。所以如果大家係想睇下中東邊一個勢力去鬥緊邊一個勢力嘅話，睇黎巴嫩嘅政治新聞就係一個好好嘅入門選擇啦。咁例如咧，即係有冇啲例子咧？譬如好啦，你話即係可以睇黎巴嫩就反映到當其時有咩勢力鬥爭緊。咁而家呢一刻啊，而家呢一刻，我哋既然加上年黎巴嫩嘅總理呢、這個叫夏利尼啊，係一個大靚仔嚟嘅。喺嗰陣時，我2017年去黎巴嫩嘅時候，全街都係全街都係佢嘅 poster 海報。但係呢一個靚仔總理，竟然喺舊年網上邊發布一條短片，當時嘅佢係沙特阿拉伯向外求救啊，自己受綁架喎。大家諗下，黎巴嫩係一個主權國家嚟嘅噃，佢國家元首喺第二個國家被綁架，係啦，同埋呢一個國家元首呢個哈利尼嘅家族，佢都係喺呢個黎巴嫩度不斷咁反映出沙特阿拉伯對呢個國家嘅制衡，或者沙特阿拉伯對呢個國家唔好講話對呢個國家啦，喺沙特阿拉伯利用黎巴嫩嗰個平台嘅國嘅嗰個神通喎，即係顯出神通嘅喎，佢係一個國家。咁沙特阿拉伯佢要喺呢個黎巴嫩要制衡嘅對象係邊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伊朗啦。嗯，係啦，伊朗喺呢個黎巴嫩內戰裡面80年代扶植咗一個叫做 Hezbollah， 即係話真主黨，係啦，就係中文裏面嘅真主黨呢一個勢力。即係而家新聞成日見到個真主黨，係咪就係佢哋咧？原來就係佢啦。真主黨係有呢、這個武裝力量噶嘛？係啦，因為真主黨咧，嗱，我哋上集就講咗，這個伊斯蘭革命係1978年發生噶啦。78年其實就係話佢嘅影響會喺80年代出現。其中一個影響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伊拉克。咁因為薩達姆侯賽恩就發現伊朗佢散播出嚟嘅伊斯蘭主義係威脅緊侯賽恩佢嘅獨裁統治，所以更加係因為這個侯賽恩要為伊拉克尋求一個出海口。咁大家雖然睇地圖會認為伊拉克唔係有一個出海口就係去到波斯灣嘅咩？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個出海口係河邊，就係幼法拉底河同埋呢個底格里斯河兩條河，佢哋合埋咗。就係、是、成為一個阿拉伯河，阿拉伯河再出少少，其實呢一個就係伊拉克佢唯一可以出到海嘅地方，其實好細，相比起伊朗佢一個好長嘅海岸線，而且阿拉伯河對於伊拉克嘅國界劃分係非常之不利，就係、是、因為阿拉伯河佢係河中間，以河中間劃分做國界，變咗伊拉克所有嘅發展都係集中喺河嘅，限制住咗啦。係啦，當時嘅薩達姆侯賽恩就
希望透過呢個兩伊戰爭，第一控制翻阿拉伯河，同埋第二修復翻一啲大家以前係固有嘅領土爭端啦。可唔可以話仲要攞嚟打擊呢個伊斯蘭浪潮咧？都係嘅，係要防止伊斯，因為伊拉克又係一個宗教派別比較多的國家嚟嘅喎，就係話伊拉克佢有好多十二派，而當伊斯蘭主義喺呢一個伊朗萌芽同埋發展，成功推翻一個之前嘅君主政權，而建立一個神權統治政權之後咧，全世界穆斯林就將個眼光放喺呢個伊朗上面，佢哋認為神權政治係行得通嘅，因為伊朗係已經第一個。做咗係成功咗啦，係啦，伊朗已經做咗啦，所以其他國家嘅穆斯林，當佢哋喺度苦惱緊，哦喺場冷戰嗰度，究竟要行選擇呢一個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作發展道路嘅同時，佢哋呢一啲穆斯林就認為伊斯蘭主義係一個新道路，亦都係一個可行嘅道路，所以伊斯蘭主義就喺呢啲穆斯林。人口佔比即係佔好多比佔有影響力嘅比例上面不斷咁萌芽。咁當然伊拉克呢啲咁嘅中東國家，佢哋幾乎係全國可能係98-99%，佢哋當佢穆斯林嘅時候，咁樣薩達姆侯賽因身為一個世俗政府嘅領袖，佢哋當然呢個時候如果佢唔喺佢哋政策裏面滲入一啲伊斯蘭元素。可能就會受到受伊斯蘭主義影響或者鼓舞嘅群眾嘅一個政治上認受性嘅否定，所以當時候薩達姆侯賽因就認為伊朗係一個要討伐嘅國家，所以兩伊戰爭當時就發生咗啦。咁去到黎巴嫩，當黎巴嫩佢係80年代。發生過啲咩事？點解會有呢個伊朗嘅勢力入到落嚟呢一個國家，而引致到黎巴嫩亦成為一個可以反映中東政治現實嘅地區咧？咁就要講翻喺黎巴嫩嘅鄰居以色列啦。以色列講到以色列啦，而家我哋唔係要將個 focus 放喺以色列身上，係要講翻巴勒斯坦人喺以色列建國之後就唔好彩，因為佢哋冇咗個國家，冇咗家園。就要四出流散去做難民，他們一開始很多是去了一個約旦的，但是他們在約旦當然沒有了國家的人，你想想他們是會政治他們是多麼憤怒，當那個時候大家就在想怎樣去反擊這個以色列，去為巴勒斯坦人爭取回自己的國家，那這些以色列阿拉伯衝突我就不在這裡多講住了，但是他們在這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1967年當時候在約旦就因為他們想利用約旦作為一個基地去反擊以色列的關係，就是在那裡建立武裝部隊，是的，不單止很迅速地武裝化，令到巴勒斯坦人在約旦這個國家成為國中之國，從而去影響到約旦他自己的國民安全，同埋都可以講話影響到佢哋嘅主權安全添，因為有一個國中之國無疑，對於約旦政府嚟講係將佢哋嘅領土唔係話分裂出去，而係令到佢哋嘅政權可以涉獵到嗰個影響減少咗。1967年當時候這個約旦國王佢就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策劃咗一場暗殺行動，不遂喎。即係佢巴勒斯坦人喺約旦嗰度就希望，即係諗住咧計劃咧係去殺呢個約旦嘅國王啊。係啦，殺約旦國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其實約旦國王係同以色列人係即係個人關係上面係個人關係係唔係話好親密，但係佢哋係有關係，令到巴勒斯坦人認為呢個約旦國王係都係以色列人，真係背叛咗佢哋咁樣，係啦，咁。當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他們想刺殺這個約旦國王不遂之後就被趕走，他們趕到去的地方就是黎巴嫩了，其實我們兩集之前都show了一張黎巴嫩他的教派勢力分佈圖，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黎巴嫩是有包括這個穆斯林的十二派順尼派，但是又好好笑，十二派順尼派呢，他們大家都認為自己才是正統，
對方雖然對方係都係信回教呢、這個伊斯蘭教，但係對方唔係啊，對方係異教徒，異教徒佢會認為對方係異端咁樣，係啦，係冇一個合法性嘅。所以他哋兩派住在同一個地方，係會有利益利益分配上面嘅對立。咁又唔單止係得依一個十二派同埋順尼派嘅喎，伊斯蘭教裡面有一個分支叫做杜魯茲派，就叫 Druz， 同埋阿拉維派 Alawit。阿拉維派就係今時今日敍利亞呢個阿薩德政府嗰、那個佢哋所信仰阿薩德政府同埋阿薩德家族。不要講阿薩德政府，是阿薩德家族他們自己的信仰來的。阿拉維派都是一個伊斯蘭教的一個分支。剛才講的杜魯茲派，他們有什麼特別呢？其實杜魯茲派他們就是覺得不需要去這個清真寺的，心裡面有神就得，最重要就是看可蘭經，心裡面有神就得，不需要去清真寺。世俗派來的，那是屬於他們是信有神的，但他們不算是世俗派，他們是我會認為政治上他們可以跟世俗派的即是 adapt 到世俗派政府，因為他們比較上是將這個他們行為上是比較將這個宗教放在自己的心那裡，而不是在生活上面處處反映出來 要去每星期五去清真寺崇拜樣，因為他們認為清真寺是一個unnecessary 的存在樣。咁當然順尼派嘅信徒同埋十二派嘅信徒又會認為呢個杜魯茲派簡直係異端，異端之中異端啦 ，heresy 咁樣啦，係啦，就係覺得佢哋係即係覺得佢哋係畸胎咁樣啦。當然，sorry， 所以佢哋伊斯蘭教裡面已經有加埋頭先講嘅阿拉維派啦，已經有四個係啦，有四個教派 within 一個好小嘅國家裡面啦。咁加埋佢本土係有基督徒喎，呢、這個基督徒首先就係耶穌基，即係跟隨住2020年前跟隨住耶穌基督嘅基督徒嚟嘅。咁當然都有部分係當時十字軍東征嘅時候，係去到呢、這、一個，因為黎巴嫩其實就係喺以色列隔離啦，就係喺呢個十字軍東征年代嗰陣時咧，歸化咗基督徒嘅基督徒嚟噶。好啦。有一派基督徒同埋四種伊斯蘭教徒，大家個關係已經係好脆弱，因為大家係有唔同嘅教信仰住唔同嘅教派，同埋佢哋嘅信仰係敵對其他嘅教派、其他嘅信仰噶嘛，即係佢哋唔會話係大家和而不同，哦，你信你嘅神，我信我嘅神。大家的宗教咧都是誒導人向好嘅，即係唔係咁樣諗噶嘛？佢哋嘅宗教是有向外輸出一，同埋佢哋係講叫做唯一嘅，即係唯一真神咁樣噶嘛？即係大家都係唯一真神咯。咁你五個都話我個先唯一真神，或者我嗰套先唯一真嘅嗰一套。係啦。咁所以本來就已經係好敵對啦。大家已經係有啲牙齒印，即係尤其是長久以嚟啊，諗下大家住喺同一個國家咁樣啊，呢塊田係我耕定你耕咧？大家就會即係呢啲所謂嘅敵對嗰啲利益分配嘅衝突係點嚟？就係嚟自大家嘅喺生活上面要點樣分配呢個資源啊！即係幾二千年嚟，大家已經喺度拗緊話快地你耕定我耕咁樣，又或者話呢個政府啊選條村嘅村長究竟係由邊一個派別嘅村長去做係比較合適咧？大家已經係從呢一啲好少嘅資源分配過程上面。去發生了已經有牙齒印留低啦。咁去到巴勒斯坦人逃難過嚟黎巴嫩呢、這個context 底下，就要一個好脆弱嘅和平就要點講啊？就瓦解咗啦。咁究竟係點解咧？咁大家諗下，其實巴勒斯坦人佢哋都係回教徒。咁究竟佢哋係咩屬於咩派別咧？大多數嘅佢哋係屬於順尼派。大量的巴勒斯坦人去到黎巴嫩居住，咁就意味咗順尼派嘅勢力就大增啦。係啦，順尼派嘅勢力就大增，令到佢哋原先嘅平衡打破。係啦，佢哋國家裡面，大家喺度諗，如果依家有更多嘅順尼派，咁究竟呢、這個國家嘅發展方向係咪要比較遷就順尼派咧？大家就喺度咁諗。咁喺伊斯蘭主義喺伊朗
在伊朗建立了一個政權底之後呢，伊斯蘭主義在當時亦都係成為了一個非常之 hot top， 即係好，即係變咗一個 hot topic。呢啲信尼派唔多唔少，佢哋都係受到呢個伊斯蘭主義鼓舞，認為黎巴嫩一個國家首先要成立一個伊斯蘭國家，第二係要行伊斯蘭主義，好似呢個伊朗咁樣成為一個神權國家。同埋仲要係佢哋嗰一派，係啦，最緊要都係佢哋個，即係跟隨佢哋嗰一派呢、這個信尼派信念嘅伊斯蘭主義國家。咁當然喺呢個時候，哇！其他派別又或者係基督徒，佢就認為自己就身處喺危險之中啦。當大家當大家開始其實佢哋一開始當呢一個巴勒斯坦進入咗黎巴嫩之後咧，大家都認為麻煩啦！今次大家因為喺例如有啲日常生活上面嘅資源爭拗裏面，已經係發生咗一啲小衝突，即係好似其實我覺得係有啲似香港可以話街頭有陣時見到俾行下街俾之前戴口罩行街俾藍絲鬧啊嗰啲啊，係啦，就真係發生咗呢啲事啦，就例如一啲比較因為黎巴嫩本身係一個比較西化國家咁樣，例如有啲當時候有啲街上面基督徒女性就俾我唔想話人哋鄉村嚟咁樣，但係比較偏遠國度由細係。接受呢一個好傳統伊斯蘭教育嘅男性去騷擾啦，例如真係出現咗啲情況，咁大家喺生活上面就覺得，大家我危險咗啦，喺呢個國家生存，所以大家就開始去購買一啲武器去自保，從而大家咧喺一個衝突嘅情況底下，就變成一個械鬥，升級咗成為一個械鬥。意識形態之爭，跟住去到日常生活嘅小摩擦，係啦，小摩擦，你講得啱。跟住然後就去到啲資源分配啦，跟住就成個社會嘅方向啦，成個國家嘅方向啦，然後就升級去到係啦，擦槍走火添咁樣。先動口啊，繼而動手啦，變咗。係啦，咁喺1982年就發生咗一個好小嘅小衝突。但是这个小冲突就将这个很大家的敌对的情绪爆发了出来，从而将整个国家卷入这个内战。其实这件事是非常之微小的事，1982年 是一个很微小的事的，就是当时候有一个基督教家庭，他们要结婚在教堂里面。之後咁你都知道，白人佢哋一結婚就整個場面好大，係要打鑼打鼓咁樣噶嘛。咁當然成條街梗係慶祝緊噶啦。但係當時候就有幾位巴勒斯坦人，即係信尼派嘅人士。咁啲基督徒佢喂兜路行啦，咁樣又即係你著到罩袍咁樣。喂，唔老禮，人哋結緊婚，你唔好走去，你唔好走去，真係搞我曬咁樣兜路行啦。咁佢哋唔肯喎，咁唔肯，然之後，你唔肯，然之後就俾人私了咗佢哋。但係私了期間咧，佢有一個男人，佢俾人私了，我唔知道佢究竟係點樣死啊。佢就係俾人私了之後死咗。咁當然俾人私了之後死咗，你諗下你嘅族群嘅人會點諗啊？當大家就好嬲，大家咁開始就即刻喺屋裏面攞曬武器出嚟咁樣。咁啊，我哋可以講到呢度先啦。咁即係而家咧就有個婚禮，就是、基督教信基督教嘅人咧就有個婚禮。咁然後咧就有幾個巴勒斯坦嚟嘅信尼派嘅人咧就要踩場啦。咁然後俾人私了咗啦，然後死咗啦。係唔肯兜行啫？其實佢哋真係唔算踩場嘅，但係可能基督徒又覺得佢哋踩場。咁就下回分解，休息一陣。休息一陣先。